下这个美女宝贝的清透感妆容，因为我平时化浓妆比较多，所以像这种十分清透的妆还真的不知道能不能挑战成功。现在这种清透感，所以底妆就非常的重要，所以要先涂上一层隔离，掩盖一下我这个脸上的黄气。底妆用一个稍微白一点的，眉毛就顺着我的眉形给它画出毛流感就可以了。用一个这样的粉棕色给眼皮打个底，我采用这个粉一点的，然后用一下这个浅粉色带一下我们的眼皮，然后找到我们的卧蚕位置画一个大大的卧蚕，用一个灰棕色来画下肢，就是睫毛根部画就可以了。睫毛我们今天贴这种现成款，鼻子我们就稍微修的直一点，给缩小。然后等它晾干，晾干之后我们再叠一个这样的透明唇釉。完成了。